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何三。不要给你看，真的看过来，飙，整场红嘟嘟的飙飙飙。对啊，大盘今天重跌量缩，这些股票不用怀疑，不但飙涨还滚量攻击。再看一遍，飙给你看，滚量二倍攻，飙给你看，滚量 3.2 倍攻，飙给你看，哥俩哈，飙给你看，金玉满堂，整场红嘟嘟的。没有办法，选对股票就是坐轿数钞票，就是狂，就是强，就是飙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坐在轿上数钞票感觉好好哦。一个重点提醒所有的人，请看我有两个粉丝官网，你一定要加入，一个 LINE 一个 Telegram。 LINE 是小老鼠 QQ33， Telegram 是股市富千金或 QQ33168， 你都可以找到我。这两个粉丝官网的差别是 LINE 的部分在首页。今天有一篇非常重要的研究资料已经 PO 在 LINE 的首页当中，请大家看完我的节目之后马上上去首页来看看这一篇的 po 文，有关于这一档股票未来的前景你非看不可。还有一个快捷图示，你要收听广播收看 TV 直接按了把你连结了。至于 Telegram 的部分，盘中及讯息盘势演变各国的操作，李昭 TV YouTube 节目在傍晚都会与各位分享。今天台股又很入境随俗，也非常的应景，随着全球股市动荡飘渺不定一起下跌，但是我们的台股真的有够强。请看今天大盘跌了100多点，小 case， 今天亚股全军覆没重击，欧美股全军覆没重击，但是台股跌了100多点，既然是以量缩的走势来呈现。而在今天这种走势当中，有300多家的股票逆势上涨，117家的股票收平，换句话说跌的主要是跌大资的还有重型股。今天的重型股全军覆没，当然台股是加权指数，那么在这个部分当然这个指数就随着下来了。而今天单一 K 线叫做大阴线，礼拜五富时指数的生效，台股非常的猛爆，尾盘直接给它翻红，多拉了这些今天少跌一点，所以当天收了17812，有站上关键价。而我当天跟各位说这根叫反托走涨 K， 而我说你今天仍旧要注意台积电跟联发科的走势。而当天形成这样的一个格局叫做日 K 三红，日 K 三红建构在一个多方缺口往上面跳两个，所以叫做跳跃的地平双星。我必须给各位17767，今天很明显的已经跌破了。那么当时我讲过这样的走势，强烈多方讯多头续攻，法人集团做账到年底，爆喷潮真的来了，不用怀疑，选对股票就是爆喷潮，又喷又强又勇又赚。关键价我说过本周必须继续守17767，才会直接走猛爆，但是今天没有守关键价，所以今天这根线种在这个位置也不必大惊小怪，只不过在这里形成了区间盘整。请各位先看我游标下面没有量啊。通常这种恐慌性的杀盘，恐慌性的一个卖压都是非常大的量，但是今天却没有量，对吧？大家看到这边有一个多方缺口，在这个位置当中今天已经把它闭了，而今天闭了当中它是一个量缩，所以大家不必想太多。疫情再度的搅局，国际股市的重跌，造成台股跟其他国家比真的是强太多了。
而台股量缩走跌，主要跌权重股，所以今天的中小型的股票，尤其是三三老师选的股票，非常的强劲。而今天失守的关键价，回补多方缺口，是以价格下跌量缩的走势，所以这里不必太惊恐了。我今天在这个地方为大家画两道轨道线，一个就是这边的一个高点17822，一个就是这个新的下缘叫做17556。那么明后天开始注意，这个行情要上突还是下破，将决定我们盘势的下一步的强弱。而强弱有一种急攻还是缓攻，那么由明天这个行情来做一个明白的说明。所以行情我每天讲在前面，但是我始终跟各位讲到，当机会来的时候你一定要一把抓，记不记得我上周有讲过，这一把你一定要抓，你抓住了没有？请看金玉满堂，今天整场台股就黑压压的，你看这档股票整场红嘟嘟的涨涨涨，虽然尾盘涨幅比较小，但是整场红嘟嘟的，真的叫做金玉满堂。这张股票一路走来，我跟各位说，上周这样跌下来，三三一张都不卖，原因很简单，我们三三家族坐在轿上数钞票，我们从80块那一波一路买上来的，所以每个家族成员都在赚钱，所以我一张都不卖。如果当时你能够认同金玉满堂是一个标股未来的主流题材，那么今天你直接就数钞票，直接就赚钱。很奇怪，大盘不强，我的股票天天强。那天999，我说你别急，我还是跟大家相约在一多多。12月15号我的股票直接滚量到10万张喷出，而12月14号大盘一样走跌，这副德性我的股票既然是红色的，果然与众不同。而这张图各位都记得，我为这张画了一个收敛末端，邀请有缘人爆赚喷出段，这张股票就从80块一路这样滚滚滚。当时我说过，预创它有元宇宙概念股，立即型记忆体，高速传输 AI 2D 3D， 我不用请大脚，大脚自动来我家喷喷喷，一路滚量10万13万。而礼拜五的格局是进三退一，完美补缺口缩脚，我还是跟各位倒数计时，下周喷外太空。今天这只股票做得很优雅，继续上涨，从这里圈圈跟这里圈圈，各位都看得到大脚都在里面。而要搭脚的请快，因为这档股票仍旧跟各位倒数计时一多多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光讲这档股票，很多人就要为我竖起无数的双拇指，因为大盘这个波段当中非常的艰辛，但是三三老师所选的股票就是喷喷喷。接下来请看哥俩好，始终相亲相爱，今天荣登八字头。这段经营的过程每个人都还记得，上周五滚量 2.5 倍攻，16号哥俩好一样继续往上涨，13号大盘下跌，我的股票翻红。当时12月这边我打错，12月10号我说这档二级体为他画一条线，到了13号来这边两个星星连续新线，二级体 MOSFET 第三代半导体，结果到17号出了一根大阳线奋起，晴天一柱格局，好戏在后头。3、2、1，哇哦，这样经营股票你才能够数钞票。看到今天看出所以然没？大脚全部挤进我家。我知道今天大盘的重击你没有方向，但是我也很明确跟各位说，我的常态节目你要看，我假日两集特别节目你非看不可，你们要的股票我都帮你们选好了，并且我都有解释，
为什么这样的题材我们要拥有？请看这张股票，日 K 四红，这一段给有缘人来布局。今天这根红突破了近四个星期的盘整，换句话说，你在这些日子任何时间点买台半一定赚钱，因为这些的时间点今天一根红 K 全部吃掉了，并且用渐进式的方式形成了量价齐扬。二极体 MOSFET 第三代半导体，我当时有画 SMILE 等大家看得出来的时候，真的已经做成了，对吧？沙琪玛聚合，礼拜五我跟各位讲到还在原地踏步，你可以买得很优雅。电池电解液，有电的多多关爱。每次我告诉你们是机会，你们都不愿意相信，结果今天了不得了，请看沙琪玛滚量 3.2 倍攻，今天大盘下跌了100多点还量缩，这档沙琪玛真的帮了很多肚子饿的人。当你肚子饿的时候，也代表不知道选什么标的，珊珊老师这样的股票你一买马上数钞票。让我们再看下去，滚量 3.2 倍攻，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来珊珊家？因为我选的是主流嘛。礼拜五还跟各位说优雅的买就好了嘛，干嘛去追价呢？把追价的成本换成我有效讯息不就好了吗？结果你看大盘弱弱的，我的股票一直有人在吃货。我告诉大家，这种现行这种量能不动就不动，滚量必爆喷。多少次我为你们画两条线都是往上喷出，请你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握这一档。今天滚量二倍攻，电池电解液，我上礼拜在讲，你有没有在听？我说每次给你们机会你们都不愿意相信，今天最好比较了，大盘重击，我的股票支支强棒。让我们看下去，电池电解液就这样子啊。这张股票有个特性啊，红 K 必带量，连续新线，能量酝酿中。这个股票我当时也跟你们画这样嘛，这个股票有人进来了，你赶快进来。我讲过年底法人要点什么，法人要点的一种是先拉回修正的，一种有未来的成长性，一种有明年的成长性。现在每个人都会说电动车是未来的主流，那么电动车没有电没有电池怎么做呢？每个人都在探讨元宇宙，元宇宙包括很多，那么你一定要掌握到会飙的股票。现在很多国际大厂都在做元宇宙这一块，我过去也解释过，今天就不再解释，但是我要请各位真的买得下手你才赚得到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这样这股票喜欢的赶快买，这只股票要搭轿的赶快。那不然我跟你说沙琪玛你不买今天喷上去，跟你说聚合不买今天喷上去，这个价格啊太超值了，这个价格啊太超值了。第三代半导体棒棒糖多留意啊，梦想起飞。 Ladies and gentlemen, Attention passenger, We are now beginBoarding flight BR123 to universe. Flight BR123 to universe will be departing shortly. 梦想起飞，有梦最美，希望相随。股民都在刚才的广播里面，祝大家梦想起飞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有您的参与，让我们美梦成真。霸占商机，暴赚喷出段，有缘分有福气，大家一同来努力，祝大家做股票天天一赚。
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